4-0 穆谢奎。本场比赛穆谢奎在第89个古斌这球给的不错，到中间有机会来了。上场比赛第开场不到一分钟又破了小球，这是头球，哎呦哎呦，出镜了穆谢奎，一脚非常漂亮。球进，76分钟，很慢的助跑骗过了门将，战绩个人联赛的第7粒进球来了。当中，看这次机会吧，哎呦，又进了。这是两个外援之间的一套。越位，机会面对门将，再传打门，球进了。这下，穆谢奎终于把握住了机会。啊，穆谢奎，好球。轻松的将点球罚进，右脚拖起来，头球的攻门，球进了，穆谢奎。漂亮，漂亮，1分25秒。穆谢奎，这就是个人能力，还有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66分钟，推土机。沈阳城市防守的难度就增加不少。啊，这球禁区里边有打门的机会，这球打门球进了。这是下半时比赛刚刚开始。什么了？头球！哎呀，这人刚下场，到禁区里边，这一个抛出攻门，抽进了，穆谢奎。对，看浙江队中路，穆谢奎这球领这一下领的不是很好，但还是把球打进了。哎呦，对角之后，穆谢奎大单刀，穆谢奁挺好，过掉张冲打门，球进了，1-0。本期的机会，埃沃洛好球，埃沃洛的机会来了，传穆谢奎，漂亮，2-0。哦，这一下穆谢奎打到身后了，打门，球进了。张琳芃和王云昭两边，大奎啊，哎呦，直接冲进去了，哎呦，这是不是中超本赛季最快进球啊？冷静，右脚看起来打到前点，左脚射门还有机会，穆谢奎再射，1-0，主裁判没有举旗。对，咱们没有举旗，这个打一个战术，快开，搂一下有机会，扛住再打，射进了。第5分钟，穆谢奎帮助浙江队在主场。